龙龙二号啊，以及龙龙二号跟这个我们的金德城，都是因为在这个相关的海域啊，遭到这个扣捕。那对于这个岛的属性呢，当时我们是向日方提出抗议的。所以这个争议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第一次发生了吗？是龙龙五号应该是在2005年，2005年的时候就发生了嘛？但是对，那后来到本事件之前，我们国家的政府对日本有没有再度的去强调，他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岛，因为明显的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公约嘛？那不好意思的，那我们的政府有跟日本很清楚的表达这样的态度吗？报告委员表达了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报告委员，不管是事件的发生之的时候的之后，或者是之后，我们都有向日方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在联合国确大陆交城划界委员会哦做出确定之后啊，我们来我们政府会尊重那个决定。但是大陆交城划界委员会它并没有对于南部这个地方啊来做出认定。我现在给你看一个袋子哦，因为我们的政府的态度很重要。是，那你觉得我国的政府官员应该去主张冲之鸟是岛吗？报告委员，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这是礁，是非常明确的。是礁嘛？是，非常明确，非常明确的。我现在给你看一段袋子哦。你放，直接放，放大声一点。音量没有开吗？从头开始好了。事实上，世界上这类型的岛也不只有一个，像日本的那个冲之鸟岛啊。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报告委员很清楚。再重新放一次，很清楚。报告委员，这个是哦，我先跟你讲哦，这个脉络你应该知道了。我们的马总统跑去太平岛嘛，那回来了以后开了一个中外记者会嘛。他不断的去强调说，我们那个太平岛是岛，因为是岛，要确立我们在国际法上面它是岛的地位，所以总统过去代表他上面可以住人，这些事情都很重要，这个我们100%都赞成。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是，我们自己的总统在这个中外记者会上面啊，他为了要去证立我们的太平岛是岛。他比附援引的例子是什么？来，再放一次。事实上，世界上这类型的岛也不只有一个，像日本的那个冲之鸟岛啊 ，Okino Torishima， 它只有8平方公尺的陆地，下面有那个含珊瑚礁了啊，但是它露出水面就这么大。那更不可能有水，更不可能有植物了啊！它也要这个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啊。同样的，美国的一个叫 Cayman Island 是在北太平洋。我们的总统在一月的时候，在中外记者会上面处理太平岛，然后去援引比附日本的冲之鸟，然后说它是岛，然后 Okino Torishima 基马，你知道是岛吗？怎么会这样呢？报告委员，容我说明一下，这个总统他在里面的内容，他也有把这个英文呢 ，Okino Torishima， 他把它讲出来。那如果照日文来看的话，他全文写出来应该是冲之鸟岛，这样念是没有错的。就好像绿岛，它是一个岛，不能讲说绿，啊，所以可以说绿岛是一个岛或者是一个礁。那 Okino Torishima， 他如果有把这个
英文讲出来的话，那当然要把那个岛一起讲上去，不然就不完整了。不是，那所以啊，他说，因为是这类型，只有八公尺，它不可能有水植物，它也要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啊。没有啦，我现在哈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我其实想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政府在国际的场合上，特别是这种中外记者会的发言非常的重要。我们到底主张它是岛还是不是岛？在那个中外记者会上这样讲完了以后，那说好，他到4月29号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又再度强调说，好，这个是礁不是岛，我们全部都赞成这个立场啊。我现在下一个问题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哦，说马总统说啊，可以评估是否送到国际社会仲裁。那对于马总统这样的建议啊，您个人以你在外交部的专业，认为他这样子的建议可行性高不高？国际争端的解决有多种方式，包含这个仲裁啊，提诉仲裁斡旋，各种方式都有。这个我了解、啊。如果是这个仲裁的话，是要双边国家合议的前提之下才能够完成。啊，所以日本会跟我们合议吗？目前要争取这样的条件的话，还要相当的努力。啊，到目前为止，你们做了什么努力？目前我们国家的立场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冲之鸟它是一个礁、这个我知道嘛，这个我们在前面 part one 这个问题已经 结束了，是外长也已经在4月29号召见啊、这个刚刚你前面的委员答询你也答过，现在我很针对问题哈，就是我们的马总统对国人做了这样的宣示嘛，那你刚刚事实上有一点面有难色嘛，说这个还要很努力嘛。那我现在的问题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政部门针对于我们马总统所宣示的这项纷争解决途径，做了什么努力？你说好，有召见驻日那边的代表，有当场跟他表示说要求他们合议，我们来国际仲裁吗？ 对，事实上我们有实施互娱行动啊、没有啦，我现在又不是在问你互娱行动，哎、我。不好意思，我快没时间了。我们就事论事讨论啊。现在第一个是针对的是马总统所说要提国际仲裁的这个事情，外交部的立场赞不赞成？你应该是赞成嘛，还是你反对？你如果反对，现在讲没有关系。如果仲裁前提可以完成的话，我当然赞成。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前提能不能完成嘛。马总统所讲的这个解决途径，以你在外交部的专业。前提能不能完成？非常高难度。那好，非常高难度，意思是你们会不会努力？上面指示当然要努力。啊、那好，那到目前为止，从他做了这个宣示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嘛？那我很具体的问，就是那你们做了什么努力？事实上，我们政府所发表的主张啊及看法，我们都有跟日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沟通、包括要求他们进入国际仲裁吗？有没有？有就说有，没有就说还没有做。目前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那有没有打算要进入这个阶段？还在研议当中。还在研议？不对啊，这个政策已经是我们的总统具体实施以国家元首的高度讲出来的话、欸。具体实施方向。今天他说要仲裁，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海牙嘛，但是我们不是海牙的缔约国嘛，所以那边没办法过去嘛。所以现在在谈国际仲裁，只能找第三方的国家来嘛。那个叫斡旋，对、找第三方的国家来，前面有个前提，就像你刚刚讲的，因为这是仲裁嘛，所以日本要点头嘛。那我现在的问的是，我们正式对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尚未。为什么没有？因为是因为马总统提的这个方向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还是你觉得总统做了这样的宣示只是随便讲一讲的？还是总统虽然做了这样的宣示，外交部有完全不一样的评估跟看法，理由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跟条约法律师、正在积极的研商当中，进度是如此。所以你们的方向是会正式的以我们国家的名义要求日本就这件事情进行国际仲裁，是不是？目前尚未达到这个阶段。对，那我说方向上面是不是？还是你觉得马总统他这样子讲，事实上可行性不是很高，所以不用太于理会。选项的方式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具体的
建。那也就是说啦，哈、嗯，马总统的这段发言，我可以把它诠释成说，他事实上跟我们政府相关的人员到底要怎么处理，还没有达成一个成熟一致的看法，他就自己突然对外面这样子讲了。因为按照你的说法是你们还要研议嘛，这样子做是不是适合，还要再磋商嘛？但是这个话是总统讲出来的啊，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的马总统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以前就突然把这个话丢出来，所以你们现在要开始研议？总统指出了一个政策方向，作为行政机关当然要做这个具体的。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在往这个政策方向走嘛，就所以我就一直问你说，按照这个政策方向，你们是不是打算向日方正式提出我们来进行国际仲裁的要求？只是往这个方向走嘛，你如果需要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嘛。但是你不能跟大家讲说，哎，我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还不确定，我还要研议。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总统已经指出这个方向，内部就具体的实施，当然要进行研议。对哈，所以你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实施嘛？具体实施的方式，当然要经过各项的评估了。那不就是仲裁吗？你还要评估什么？仲裁也要取得对方的合意啊！啊，对啊，所以我们不就不断的在这边绕圈圈，要取得对方的合意，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正式要求向日本提出要求，跟我们进行仲裁？啊，你如果没有提出要求的话，对方要如何同意？提出要求之前呢，我觉得事先双方也要进行若干的沟通与协商，就是先问问看对方肯不肯嘛，就先协商啊，对。那这个协商进行了没有？我想日方对我国的立场啊，都非常的清楚了，他们也知道我们各项的主张。不是，那你不是说要先协商？那我问你，协商进行了没有？你又突然讲这句话，好像是这个协商没有必要。没有，我没有意思要为难你啦，但是我想要知道说你们现在前进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台面上面有好几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方法嘛。那请外交部放心，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全国人民朝野一致，都是在做外交部的后盾。谢谢。但是我希望要知道的事情是说，外交部认为要谋定而后动，这个我也赞成。那问题是，大家要知道你们基本上前进的方向是什么？那否则的话，我们就一天到晚在原地这边打圈圈，对于整个争端的解决一点帮助都没有啊。外交部对这个其实三个方向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第一个是要求日方应该尊重我们在公海上啊及我国及其他国家在那个公海上的航行跟渔捕的权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要求日方就具体的事具体的形式跟我们建立这个通报机制，避免这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然后我们最后一点，我们要求日方承诺不要在这个海域来扣捕我们的渔船。我觉得立即而明显，没有，马上应该要做的，应该就是这个部分。刚刚你讲那三件事，我都赞成，我100%赞成。但是我们还是要担心未来这个事情、这个争执的解决。刚刚你讲那三点，不包括我们总统所宣示的国际仲裁吗？那刚刚你也确立了，你会往这个方向去迈进，然后说内部要再研议，其他的事情哦都没有关系哦。针对有关于国际仲裁这件事情，外交部接下来打算要如何着手实施的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请外交部延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让大家知道？啊，我讲大家知道也不是只是在针对我个人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立法院里面的委员还有很多国人大家都关心这件事情。 OK， 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我们现在请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不在。我们请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我们请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不在。我们请 Class 委员 ，Class 委员 ，Class 委员不在。我们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我们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我们请叶宜津委员，叶宜津委员，叶宜津委员不在。
我们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我们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我们请赖世葆委员，赖世葆委员，赖世葆委员不在。我们请徐国勇委员，徐国勇委员，徐国勇委员不在。我们请。